张艺谋跟我在比，谁比较像三金统帅？非常幸运，是生在妈祖庙里面，生在妈祖的怀抱之中。对，大家拢叫我妈祖兼阿明啊啦，阿妈祖兼阿明啊，就是我啦，对不？所以我今天的第一个要告诉各位，我带着感恩的心情来感谢妈祖。感谢板桥，感谢新北市，感谢台湾，感谢中华民国。那个时候退出联合国，那个时候很多人问题，大家说你赶快拿绿卡吧，你拿过来美国身份证、美国护照吧。我是中华民国，我是台湾，我是新北，我是板桥的子弟，所以到70岁，我还是只有一本护照，就是中华民国护照，对不对？也是种，也是孙中山的信徒，什么意思？啊？1000块那一张就孙中山的头像。我告诉你，绝对不要相信民进党是干净的，相不相信？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做事的总统，我要做一个绝对不贪污的总统。我在比，谁比较像三金统帅？